由中华师范大学科学普及研究社学生所组成的团队，今仔日是来到南投市的营博国小举办科学营的活动。学生囡仔将物理、化学等等的科学相关知识，透过做实验、甲佚佗等等的方式来教给小朋友。希望借着这款趣味的课程内容，会当来提升小朋友对着科学的兴趣。用简单又搁好耍的游戏来热场，中华师范大学的多位学生，即摆是特别来到南投千阳盘国小，希望将科学知识提供予教育资源较欠缺的偏乡学校，或者小朋友拢生甲真欢喜，嘛学着真多。我们要把那个樟脑加入那个酒精中，有怪怪的味道，然后我就很不舒服，然后但是后来好险没有怎么样啊。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完成。现在做的实验比上课做的实验还要多，然后谢谢他们来这边做活动。我觉得弓箭最好玩，因为它可以射出去，可以射东西。我们很谢谢他们今天来讲，因为这样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这个教学团队虽然是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不过因同款拢抱着对囡仔以及教学的热情，希望运用各自的专长，做会培养小朋友对科学兴趣。我本身很喜欢小朋友，所以我们社团的营队就是都是接触小朋友，所以我就是每个都会参加，然后就是可以落实科学普及，然后因为也可以累积教学经验，因为我们是长师大的，对，然后也可以就是拓展人际关系吧，因为我们的营队的小队服都是来自不同系，所以就可以认识其他系，而不是局限在只认识自己的科系的人而已。虽然营队会当带予小朋友的教学有限，不过透过游戏甲实验的方式，因要改变囡仔的想法，就是科学，唔那是课本内底的知识，动手试看卖，就会发现科学是各种真趣味的学问。上的课程就是会偏向在是视觉啊，或者是触觉，或者手作。就是让小朋友可以亲身去看见这个现象，或者是去做出这个样品，让他们手做去做，比较容易印象深刻。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接触生活上的科学原理跟科学的科学游戏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喜爱科学。中华师范大学这个社团每学期拢会到偏乡国小或者是校内办理科学营队，因期待这个行动会当影响到国小学生开始重视科学教育，实际动手做的重要。记者欣欣曾报道。